把漫长来世路吹断，再回首情还在人已散。我恨苍天无语，总闭上眼睛不听不闻不看，任凭深情任凭真心随风离散，让我痴狂让他伤感。日夜背负着下死的重担，让英雄气短就唯有爱。假如半生奔走最后留不住红颜知己为伴，就算手握无边江山也有憾。正好强总有泪不轻叹，就一干满怀苦心一算，世间最难为铁然柔情难而寒，难为难而寒。正好强总有泪不轻叹，就一干满怀苦心一算，世间最难为铁然柔情难而寒，难为。代王，太后要奴婢带佟丽来给代王请安。佟丽叩请代王，圣公康泰，万事如意。哎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要是如意啊就老实了，要是不如意啊就拎个宝剑在那防啊防啊磕个不停。哦，姑娘免礼，请起。罪女不敢起身。太守同事枉法杀人，此事与你有赦？是与罪女无赦。既然无赦，何以有罪？为人女者，既不能奉劝父亲慎行于事先，又不能营救父亲免行于事后，不成不孝，其罪大焉。今儿来向朕请安，就是要朕免行于事后嘛。罪女以为家父脚传一命，枉法杀人，斩无可赦，万不敢徇私苟且，陷代王不义。哼，每日来向朕磕头求赦的人为数不少，可没有一个人像你这么说话的。不但不为自己的父亲求情，反而为我国家护法。不该是同室之女，反该是商鞅之女。秦国之强在于执法以公。从前墨者巨子傅淳居于秦，其子杀人，秦惠王向傅淳说，你现在年纪已经大了，不能再生儿子了，我已经叫人把你儿子放走。可是傅淳说，代王虽然恩赐于我释放了我的儿子，但墨者之法不可不行，不行则秦无所持。傅淳能够忍人之所思以行大义，他真正做到了这个公子。公这个字真冷酷凄惨。哎，还是那个房子好，又温暖又热情。大王还是把那个房子牢牢地刻在心里面，把那个公子抛得远远的。嘿嘿，起来吧。罪女不敢。就照你的意思，明日五十三刻将那同事推出斩首示众。啊，丽姑娘，不急，大王是跟你闹着玩的。大王，斩了佟大人，你这辈子还想听丽姑娘到陈平殿上为你抚琴吗？罪女此来并无他意，只求大王在下令问斩的时候，能以佟丽之头代太守之头。你要带同事去问斩不成？我虽然是一名罪女，但仍然可做一名孝女。我虽然不能为秦国尽力，但是我的名字也要深深刻在我父亲的心里，要他日以继夜想到我名，听到我声，而永无脚传一命之念，枉法杀人之过。大王，天要下雨了，是不是要起驾回宫了？大王，太后已经备下酒宴，
要请代王与丽姑娘一同去甘泉宫小酌。愿代王赦明英我，大展宏图。多谢代王。谢我什么？谢代王赐我全尸。你，丽姑娘，丽姑娘，快抬去甘泉宫，快！哇，这佟丽啊，也不是商鞅的女儿，应该是干将莫邪的女儿。嘿嘿，哎，两位将军久来了。嘿嘿嘿，好，慢用，慢用啊，慢用。好好好，有事叫我啊。好。说真的，没想到你会对一个平民女子动心啊。哼，谁说的？我可不是动心。不过，她的确是一个令人心仪的女孩。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……哼，我不能告诉你，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秘密。秘密也可以告诉我嘛。哎，秘密是不能说出来的。来，我们喝酒。谢谢，走走走，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喝酒去啊！不要喝了，哎，客官李德锦，走走走，我们再去喝啊！别喝了，我们回宫去吧。王奔啊，你就再陪我喝两杯嘛！要喝，我们回宫去喝嘛！我跟你说，大王他一直念着你呢，他要等你回来，陪他一起喝。别跟我提大王了，送一个空酒坛子给我，可把我憋死了。飞里千船。为的就是送一个空酒坛子，害得我坐着也想，站着也想，睡觉的时候也在想，什么意思嘛？你真的喝醉了呀？千里飞船，什么飞里千船呢？我管他什么飞里千船、千里飞船的，我告诉你啊，王本，你一直在笑，笑你个头啊！我看下回就轮到你了，到时候送个尿壶给你，看你怎么办。莫名其妙。我老实告诉你，那回啊。大王是叫我送一坛好酒给你，但是他呢，偏偏一直就只得一个空酒坛子，那我亡命难违啊，我就跟你拎去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要让我爷爷知道，他非找你比剑。有这么严重啊？严重？哼，你这一揭底儿，可把他老人家的蒙子兵法给整个击碎了。他说啊，水无常形。酒无常谈，所以啊，兵无常势啊。大王是叫我因敌变化，化蠢为神嘛。我看你啊，化神为蠢差不多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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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奔，你说我们两个算不算哥们啊？哎，那还用说，标准的死党啊。好，既然是哥们的话呢，就再陪我喝两杯。等一下，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啊？啊，当然知道啊，我有心交。嗯，说是在这卖酒啊，我们进去找他。哎，这个地方我熟。哎，你找谁啊？我，哎呀，进去再说嘛。啊，走。哎，走啊！我先说，我不喝了，你也别喝了。好。二位官爷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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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喝了，来，喝，小心点啊！喝差不多了，来，这样，来，给我多拿点酒来啊！是是是，不是拿酒，给我们沏壶茶好了啊！好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啊！全都来，马上来啦！随便，随便。王奔啊，你刚才问我，大梁之行呢，有没有什么可以议论的？我谈了范英。谈了公孙系，可是我没谈到一只黑蝴蝶。哦，你还碰到黑蝴蝶啊？多大个？大了，可很大，肚子都给气大了。真的？哎，那个小妞啊，披了一件黑斗篷，活像一只黑蝴蝶。这第一次啊。我在咸阳街上跑马，差一点就撞上他了。他说呢，他就在这儿卖酒，有没事的时候啊就来喝两杯。哎，就这样啊，我就去了函谷关了。我要是你啊，我
我冲着这个我就不去了。哎，你别说，到了大梁啊，嘿，我到十字坡去找公孙信，嘿，巧的，我又叫他给碰上了。又碰上了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有缘千里来相会嘛。哼，哎，我看到两个无赖缠上了他，上去帮他解了围。搞了半天英雄救美，你这是职业啊？我以为啊，咸阳救美那是碰巧了，啊，没想到阁下在大梁十字坡已经玩过这一招了。哎，他说啊，他在当地投亲不遇，要我一同上公孙信那儿去喝酒。看样子啊，这故事很精彩。继续啊。哎，不但精彩啊，王本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说啊，他是公孙信的侄女儿，我呢，是他的侄女婿。哦。还没对上眼就要洞房了，可是啊，这个公孙将军啊，很能喝，这么一喝再喝啊，嘿，就把我给留下了。哎，有美同房，艳福不浅啊。哎，这不行啊。经我这么一想呢，男人本色，我也不能够随便坏他人的名节嘛。哼，你这个人呢，真是多此一举呀，啊。最后呢，我就睡在门外头，他呢就睡在门里头。你这叫做什么？黄狗坐轿，你不是抬举你，还里头外头的呢。哎，到了半夜啊，风大了。风大？哎，风大吹的火旺啊。哎呀，所以啦，我顶不住了吧，我这么一推门我就进去了。你这个人呐，一进去骑马如来冲锋陷阵的啊。结果呢，我眼睛这么一张啊，四下无人，黑蝴蝶也没有看到，看到一个黑夜叉啊，真扫兴。一今天吹呀吹呀吹熄蜡烛光，王本，这是哪一位姑娘在唱歌啊？上床等啊等啊等，自己看呐，心里闷得慌。而今天拉呀拉上了望月窗，妹妹子空把眼，眼儿眼儿眼儿张，心里气得慌。三更天，撕呀撕呀撕破了碧纱帐，妹妹子呼呀呼呼似有乱响，心里急得慌。撕惊天，听呀听呀听见了门声响，妹妹子下楼迎呀迎啊迎啊迎情郎，心里乐得慌。舞惊天，飘呀飘呀飘来了一阵风，妹妹呀等呀等，等了一场空，心里苦得慌。郎啊郎啊，你几时来，寒姑已经打了大胜仗，千军万马转回头，盼你盼你平安到咸阳。哎，人家在跟你敬酒。哎，你发什么愣啊你？哦，你究竟是黑蝴蝶还是黑夜叉？孟田啊，讲了半天你说的那个妞就是她。她就是易云。对呀，咸阳哪个大国不认识她易云啊？这下好了，今儿啊，侄女婿啊要来见侄媳妇儿了呀。真对不起，上回夜里我吃坏了肚子，正想找个地方爽一爽，没想到一脚踩了个空，
给摔到山谷里面去了。哎呀，我说依云姑娘，你就不要再掰了。我们这位兄弟啊，上回让你放了鸽子，今天呢，你看你怎么样给他赔个罪哦。哎，罪过罪过。这样子，我罚酒，罚酒。哎呦，野人呐，你这样喝酒会喝醉的。你一躺下，我外面那么多张台子的客人，谁能摆平得了啊？啊，来，你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将军啊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从函谷关得胜回朝的蒙恬蒙大将军呢。哎呦，那可不得了，原来是大英雄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现在才知道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应云姑娘，你天天都在唱这个“千军万马转回头，盼你平安到咸阳”，对不对？嗯。现在大将军啊，真的回来了。哎，我看你们这个青云方啊，到底怎么个意思意思？哎呦，那还用说吗？拜奉朝阳，外加美酒、鲜果。哎，我可是一个蹦子儿也不收，算是我们姑娘替将军接风洗尘，怎么样啊？好，说话要算话，别待会儿绕个弯儿跟我收银子哦。不会，你放心了，这会儿啊，我一个蹦子儿也不收，我现在就给你们准备准备去啊。哎，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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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怎么走路不长眼呢？哎呦，原来是黑灵官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哟，怎么又来个黑的？到我们这来找太守啊？听说蒙将军在此，同雄特来敬三杯。敬酒就敬一杯的，哪有敬三杯的？三杯就算是罚酒了。说他是敬就是敬，说他是罚就是罚。哎，你这是王八砸乌龟啊！可以啊，看看你们两个的壳谁硬。好。我今天就陪你，请问阁下，这三杯该怎么喝？第一杯，蒙将军欺敌制胜，马到成功，好样的！干干！这第二杯呢？第二杯，蒙将军一声令下，扣押了咸阳太守，好威风啊！干！好了好了，该罚了都罚了，该敬也都敬了，别喝这么多酒了。好了好了，这没你的事儿，你别管。第三杯，蒙将军身为卫尉，不在内宫巡夜，却跑到这不三不四的地方来搅和，难道不怕老子骂你好大的狗胆？你世间最难为，铁打柔情男儿汉，难为。就算说我无边江山也有憾，难道不怕老子骂你好大的狗胆？你哎，好了好了，我的大将军呢？走了走了，不要再闹事了，咱们走了，快走。哎，百凤朝阳就要上了，你留着磨牙吧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都炖了。炖他今天炖天我就上天，炖地我就入地，我要叫他看清是我们太守府的，想扒拉扒拉佟大人，他可是在做春秋大梦。哎，他妈的，你一来就鸡飞狗跳，你下次再来啊，姑娘叫你姜太公开杂货铺，样样都赔上。你刚才要是不拉我，我一脚就把他踹死了。好了，别气了。哎，站住！黑灵官，刚才那杯酒你还没喝够。他妈的！小心一点啊。黑灵官，你
喝了这碗药水，伤口就不会痛了。丽儿，丽儿，你怎么了？丽儿，你也真是的，也不跟娘说一声，自己就不声不响的去了。你见了太后，也见了代王，这表示你能干，你孝顺，你居然在宫里动刀动枪的，你不要命了？你爹还没有回来，难道我还要陪上一个女儿？这怎么说？这从何说起呢？娘，我看到代王的面目了，个儿高高的，眼睛大大的，丰美的天庭，挺直的鼻梁，还有无上尊贵的薄嘴唇呢。是吗？你是说你见着了代王？那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亲不亲切？像太阳的光从浓雾中射出来，像春天的风从柳条中飘过去。代王的话一句句落在我的心坎里。娘，我觉得我要进宫。是啊，是啊，我跟你爹就指望你进宫，你能进宫啊。我从前还没有这个决心，可是现在，我想我天生就是个要进宫的女人。那太好了，你爹要是听到你这么说，无论碰到什么困难处，他也都会很高兴的。娘，有爹的消息吗？还没有，好几拨人进去打听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娘，官场里风大雨急的，一会儿的功夫，爹就会无影无踪的。等你进了宫以后，这情形就会改观了。再大的风，再急的雨，有皇后娘娘的金銮宝盖撑着，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了。嗯，娘，你会等到这一天的。丽儿，真的会有这一天吗？嗯，会有这么一天。我用宝剑刺向我喉咙的时候，他用那一双强而有力的双手抓住我的剑柄，他就在告诉我说，他会为我推开宫里的大门，迎接我进去。大人回来了，大人回来了，大人回来了。真的，大人回来了。大人受惊了，先回来再说。丽儿，宫里的大门已经推开了，大门已经推开了。丽儿给爹见礼。我已经听他们说了，荒唐，简直是荒唐。你怎么可以在代王面前动宝剑呢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要不是丽儿动宝剑的话，你可以回来的这么快吗？这什么话？难道我这咸阳太守是靠女儿起家的吗？啊？难道他不在代王面前抹脖子的话，我就要坐大牢的？岂有此理！相国用尖尖之术，把五国联军都撤了。难道你就不能多送几个情谊，让阿房他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地离开咸阳吗？难道你除了在街头上喊杀喊打之外，就没有办法跟阿房说第二句话吗？你跟劳公公明目张胆的抄家拿人，这是一个错。你找人在大街上追杀阿房，更是一错再错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对我的婚事有什么看法，可是你那些做法，非但帮不上我的忙，反而在我面前堆了一些荆棘，让我的路走得更险更累。你，也许我还没有走到宫里，你就已经走到监牢里了。好好好，那以后你的事情我不管了。谢谢爹。
从今以后，我要用我自己的血去换取皇后的凤冠，用我的脚走出进宫的路。你今天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不会给你松绑。你会什么轻功、软骨功、飞天遁地之功，通通使出来好了。你把我弄到太守府来，到底要我说什么啊？你有没有练过功夫？有啊，我练过千杯不醉功和吊膀子功啊。正经点儿。看你黑里透红的小脸，我就正经不了。我问你，正门宫里的小金人是不是你进去偷的？我有那本事，我何必去偷小金人呢？那你还想偷什么啊？不是聚宝盆，就是大秦国玺。有魄力。那当然。哎，能摸一件代王的底裤，也可以三代吃不完呢。你也未免太夸张了吧？不会啊，我挂在屋里给人看，看一个收一株，等代王一统天下，排队的像蚂蚁一样，我还怕给孙子辈留不下吃喝。这么说，我腰上、腿上还有脑门上这几颗石子，不是你暗算的喽？哼，我要是会这一手啊，我还混什么青云方啊？半夜三更往黑角落一站，见人射人，见鬼射鬼。几颗石子我就发大财了，我干什么这么辛苦又卖唱又卖笑的？可是除了你，我实在想不出有谁会算计我。你给我好好想清楚，要是说了实话，说不定咱们还能交个长远朋友，联手到宫里去偷大秦国玺和底裤。好啊好啊，那感情好。从现在起啊，我拜你为师，你就训练我的身子骨。哎，7天49夜够了吧？你把我摆弄成飞贼呢，咱们师徒俩就联手去偷国玺，去偷底裤什么的。凭你的武艺，凭我的机灵，还有不横财就手，开张大吉的啊！7天49夜，你当你是在做神仙呢？吹口气就学会了本事了啊？熊爷，好好看着他啊！这个酒菜是我的份儿，不准给他吃。什么时候说了实话，什么时候给他松绑。我出去办点事儿，晚上回来。是，熊爷慢走。还认识我吗？咱们见过，在十分坡，在公孙将军的客栈里。不错，你怎么也来这儿了？不止我来了，公孙将军也来了。我混进太守府，找了个这个差事，他在外面等我打听消息。你们来了，为什么不上青云坊找我呢？莫非公孙将军还不相信我是万晴红？公孙将军临走的时候去看过范将军，范将军把你在这儿的情形全都告诉他了，要他凡事跟你联络。可能他嫌秦云芳进进出出不太合适，所以没急着找你。幸亏你在这儿，要不然我还被吊得挺难受的呀。这人外号黑灵官，很难缠吧？难缠也要跟他缠，真一半假一半应付着他。他是太守的刽子手，刀法挺快，你可别轻易惹他。哎，你们怎么也来这儿了？万卫红在咸阳有什么行动？公孙将军只是来摸摸相国还有太守的底儿，看看他们跟蒙敖之间是不是有关联。想搞些是非来，坐山观虎斗。大家在乎的是蒙敖，只要把他拉下马，五国就可以恢复联军了。这容易，公孙将军已经跟蒙恬见过面了，在蒙恬身上就可以看得出五国联军什么时候可以上路了。这成什么话？我拿童嗣是公事公办的，我身为卫尉，宫里卫戍之事都归我管。有人在大街之上假传懿旨派太后的不是，我能不管吗？太后的安危是我的职责，太后的名誉我也要维护啊。你做的没错，换成是我的话也同样会这么做。如果有人在外头妄法传旨，那还得了？可是大王，洪雄就不对了，他怎么拿起我当起仇家来了？我押太守是公务，他找我麻烦是私斗，这笔账我不会轻了的。这洪雄啊，根本就是太守府养的一只大狼狗，有事没事就放出来乱咬人。太守府有这么一个祸害在，哪能够爱民如子？谁说童嗣会爱民如子的？当初他在宫里面啊，就是因为会弄钱，所以才让相国给看上了，把他调到外面当太守。现在啊，
咸阳130万人的税口捐呐、啊，全部在他手上。郑国区几十万人的工钱也在他手上。我们的相国啊，是叫他来诈明的，他现在诈明还来不及，哪有闲空爱民啊？王田，你在街上碰到那名女子，到底怎么称呼？那个名字很逗，叫阿房呢。阿房。世间最难为，铁男柔情男儿汉，难为男儿汉。假如半生奔走，最后留不住红颜知己为伴。就算手握无边江山，也有。那个名字很逗，叫阿房。阿房，阿房，哎，是不是那个房子的房？还是阿晃、阿黄、阿荒？好了好了，什么阿黄啊？还阿黑、阿绿呢？当时他只这么说了一下，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是哪个字呢。我还以为他说的是阿房。哎呀，被你阿来阿去，我都阿糊涂了。我现在究竟他叫什么名字，我都不知道了。哎，是不是眼睛大大的，头发长长的？啊？哎，是啊，大王。咸阳街头的小妞，哪个不是大大的眼长长的头发？就连这儿伺候您的也是大大的眼长长的头发。孟田，你有没有问他住在哪里？我要送他，可是他没答应就走了。这就是你不对了，既不知道姓名又不问住址，这哪叫爱民如子呢？哎呦，我的大王，当时我叫那个老家伙气昏了头了，能够及时把人给救下来已经算不错了，我哪有什么心思跟他谈什么爱不爱的嘛。是他不是他自己知道，他一定还在咸阳。嗯，哎，又来了又来了。哎，大王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刚刚回来我还来不及告诉你，在大王跟前最好别提是个房子，连跟这个音差不多的都别提。你这么一提啊，他老毛病就犯了，你一个阿房啊，就够让我们提心吊胆的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这个我比你要清楚多了，他老毛病一犯，麻烦就来了。走，咱们找阿房去。哎，麻烦来了。咱们去找谁呀、啊、找同雄同事还有阿房啊。大王，你怎么这么在意阿房这两个字？哎，蒙恬，你还记不记得上回我派你到函谷关去的时候，就在这宫里头朕跟你说过什么？朕告诉你说，朕已经爱上了一名女子，但是还不能够在我大秦全国子民面前宣布她的名字。她就是阿房，就是你在街上碰到的那个阿房。大王，问题是蒙将军也不认识这个阿房啊，那个大大的眼睛长长头发的会不会是邯郸那个阿房呢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挨家挨户的去找，挨家挨户的去搜，找不到阿房，朕不回宫。走。是，快呀、啊，走啊！快，儿臣问候你，恭请太后圣安。平身，谢太后。你们想出宫去啊？是，儿臣等朕准备出去找一名女子。对，我来就是让你去找她的。母后已经知道在哪找她了。我已经送她回家了。回家？她家不是早给抄了吗？被抄了？不会吧？就算是犯了枉杀之罪，也不至于抄家呀。枉杀之罪，他只不过是一名外族罢了。他是道地的咸阳人，贵族之后啊。母后说的是哪一名女子啊？你说的是谁啊？而朕要去找阿房姑娘。阿房，过来。如果你要出宫去，只有一个女子可以找，而且你必须去找，那就是太守的女儿佟丽。母后，佟丽哪算个女人呢、啊？她根本不像个女人嘛！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母后，那有个女人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，还没说上两句话，就把我的宝剑抽出来要往自己脖子上抹，要自刎呢、啊，差一点就血溅满地。还好我手快，把她的剑给抢下来，要不然呢、啊，忘忧坡上早又多了个冤魂了。你错了。你只看到他的鲜血，你没看见他鲜血的背后那颗代父求死的孝心呢、啊？哎呦，母后，这颗孝心呢、啊，可以逼他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来。这颗孝心要把他逼得已经根本不像个女人了嘛。阿正，你知道吗？大秦
就是需要一位有孝心的皇后。孝这个字已经很久没有听说了。我知道你一直喜欢孝这个字，你也只能从孝这个字里头得到安全和满足，那只是从表面上容易看得到的孝字。母后，儿臣身体有残缺吗？你很健壮啊。那儿臣的志向是不是很卑小呢？要并肩天下，七国为雄。那儿臣的智慧是不是真不如人呢？吕相国赞你智慧过人，上古不及。那为什么我登基了这么多年，还不让我去上殿亲政呢？因为孝心让我保持沉默，因为孝心时时刻刻在提醒我，听母后的旨意比治国平天下要重要的多了。这，母后，儿臣不说出来，你能体会到我的心情。孝者，天之经，地之义，至德有道，以顺天下。我以为大孝是无形的，大孝是不拘小节的，所以没有每天到你的甘泉宫去请安问候。可是母后，儿臣已经把国玺都已经捧到您的双手上去了，你跟那吕不韦不管做了任何商议，不管做了任何决定，儿臣都不闻不问，不管不看。你还要我尽什么样的孝道？难道一定要我学那佟丽，把宝剑拿出来，我脖子上乱捅乱扎的，把鲜血溅到你和吕不韦的纱帐上，那才孝吗？世间最难为，铁胆柔情男儿汉，难为男儿汉。假如半生奔走，最后留不住红颜知己为伴，就算送我无边江山，也有憾。一定要我学那佟丽，把宝剑拿出来，我脖子上乱捅乱扎的，把鲜血溅到你和吕不韦的纱帐上，那才孝吗？蒙将军，末将在。你压了太守之后，有没有把这件事儿告诉你祖父啊？曾经禀告过。蒙儿听了怎么说？叫我即刻释放。那你为什么不照他的话做？启奏太后。祖父是怕引起太后还有相国的误会，所以以为扣押太守是公报私仇。孟敖说的没错，太守府跟将军府素有积怨，你把堂堂太守当街收押，你这不是公报私仇吗？启奏太后，佟四他枉船剿命，枉法杀人，是众目所睹，众耳所闻，如果不及时制止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咸阳的老百姓立刻会把滥杀无辜的罪名嫁祸于太后之身，所以末将必须追究到底，以其是非分明，功过有别。如果只是为了避免蒙童双方的夙愿而轻易化解此事，虽非公报私仇，却是以私却公，因私废公。末将身为卫尉，不能坐视无攀，有辱太后清誉。你为我好，我很清楚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你要佟四怎么样咽下这口气呢？结果呢，你们两家的仇越来越深，我的耳根子也越来越不清净。一国之间军政不和，文武不能同治，上下不能齐心，不但误事，而且亡国呀。老将军不计前嫌要你放人，你当时未放，现在还可以补救。我让代王到佟府去探望受伤的佟丽，你跟着一道去，见到佟四跟他行个礼道个歉，你看如何？启奏太后，王奔已经被调在相国府了，难道太后也要把末将调在太守府吗？佟四是个机警的人，他看到代王去不会跟你过不去的。如果末将真的有错的话，愿意接受国法制裁，绝不会请求个人私了。蒙恬，你年纪轻轻，前程远大，不要因为一时意气用事招忌树敌。请太后教诲。你是去不去啊？
请太后成全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请太后押解小的下牢吧。你谅我不敢？太后明断。王奔，末将在。照他的话，押下大牢。这，怎么样？蒙恬所言其位有理，共司分明，不得因循。阿正啊，你刚才说的一大堆都是废话吗？你不是说我的决定你不闻不问不看不管吗？怎么才一转眼的功夫你就要闻要看要问要管了呢？你既然把大秦的国玺都交在我的手上了，怎么我连王奔蒙恬两个人都叫不动了？他们不是大秦的将军，不是你阿正的部属吗？你们俩，末将听候差遣。贝母，咱们到太守府。是。母后，儿臣陪同蒙恬一同前往太守府问安。问安？问安就不必了。对，还有佟丽，你到太守府要去探望佟丽，同时你要亲口告诉他，你在选日子安排他进宫。这，难得。你是个大孝之人，这口信儿总不会咽下你肚子里去吧？母后，我是遵命。今儿晚上把经过的情形告诉我。遵命。恭送太后。一个人要识时务，一万匹马都冲不过去的地方，也许三言两语就把他给化解了。什么年头了，还指着拼命去安邦保国吗？世间最难为，铁然柔情男儿汉，难为男儿汉。假如半生奔走，最后留不住红颜知己为伴。就算手握无边江山，也有阿芳姑娘。想什么这么入神？韩公子，没什么。哎，公子，你不是要回韩国的吗？怎么还没有动身呢？本来早就该离开咸阳的，可是不放心你，夏老先生，还有你师哥，我始终担心劳爱和同事，他们会对你们不利。到底你们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？能不能告诉我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一进门就拿人，也没有说什么缘由，我真是想不透。会不会是有一天传闻秦王嬴政亲临你家门的事有关？会吗？可是秦王是何等尊贵之人呢？我们一家人又是什么身份呢？不可能秦王会亲自临门的，更何况还说了那些话呢。是啊，说什么秦王指着你家的门说，这是国丈的家，这是姑的老婆娘娘家，这秦王会这么说吗？这不像是一国之君的口吻呢。嗯，八成啊，一定是有人想要作弄我们，可是不晓得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。我想这两个是一定有关联，依相国的意思，还是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回去。那怎么好呢？不过倒是拖累了公子。公子，你不是要赶着回去吗？没关系，我等你脱了险境再定日子走好了。阿芳。韩公子，我失陪了。韩公子，韩公子。什么事啊？太守府来的车要接您过去一趟。接我？说是佟大小姐吩咐，
务必把你接到。哦，走吧。相国找你。找我？老夫不得不找你，你会闹事。照你这样闹下去，老夫不但护不了你，说不定会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。相国谅解，民女是不会闹事的。还说不会？女扮男装，连偷带骗，拿着老夫的令牌在外边胡搅蛮缠。蒙将军跟佟太守还闹出了一场风波，这些你还想赖吗？民女回家是为父亲取义的，父亲没有了医书，就没法子给人看病了。难道说除了咸阳之外，别的地方还能采得到那金橘子？相国不但天赋过人，而且观察入微，竟然连我们金橘子的事儿也替我们想到了。不只是想到了，而且还找到了。真的？最挚爱的人儿啊，总牵挂在远方。是时间的无常，能甘心让人轻忘。最初的那份真情爱。